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李亚明的24岁儿子李玉玺日前大方认爱大学生乐梅班底温妮，最近上直播节目角星池旁，面对主持人黄子佼的提问，老实把恋情发展始末都招了。李玉玺最近上直播节目，黄子佼关心一句火锅好吃吗，就让他从实招来，坦言当天爸爸询问晚餐要吃什么，刚好想到身上有小月吴思贤赠送的餐券，就提议吃火锅，没想到和温妮相差四岁的姐弟恋因此见光，被拍到带女友陪爸妈吃火锅，结束饭局还一起回到李宅，黄子佼则笑亏原来狗仔是小月 Q 来的。李玉玺左认爱大四岁大学生了梅班底温妮，右翻设自脸书，李玉玺自曝是小月送的火锅餐券惹祸，翻设自李玉玺脸书，温妮日前被李玉玺带去见爸妈，还一起吃火锅，翻设自温妮脸书。